傾傾只玻璃股啊，福萊特玻璃啊，6865。咁咧呢個觀眾係阿 G 嚟噶，佢話 hi 咁樣啦。福萊特玻璃上望幾多咧？佢26蚊有貨嘅。咁而家賺緊錢啦嚇，而家就咧已經係咧啊29.5呢一個位置啦。咁啊就睇翻咧係近期一啲嘅高位啦，咁啊就係咧。5月11日啊，同埋咧5月12日嗰啲嘅位置咧，就大概去到咧就31蚊咧，就唔係好夠力再上嘅。咁啊咧，所以咧就可以就咧睇多啊3至5個交易日啦。如果個股價咧可以突破到31蚊上收市嘅，咁當然可以就進一步咧就咧上望翻咧係33蚊，甚至乎咧就係咧34.5呢一啲嘅位置啦。咁好啦，但係咧如果你睇多一個禮拜咧，都頂唔穿呢個31蚊嘅話咧，可能都考慮止一賺先會比較適合啦。